玉里镇公所推动自强路道路拓宽计划，在完成用地征收补偿作业后，也获得县府以及内政部营建署将近400多万元的工程经费，进行南侧道路用地建物切割拆除工程。而镇公所也在今天下午到现场召开工程说明会，除了水电信管线单位，民众也提建置排水沟等问题，镇公所逐一说明，期盼住户能够支持地方建设。从完成自强路道路拓宽用地征收补偿作业将近40年之久，终于要跨出工程第一步。镇公所下午和顾问公司厂商到现地与社区住户召开工程说明会。没有，我们现在是会先做一个，先把它做一个引导水啊。它做完的时候，我们会在一次后面一并做，因为这一次计划里面是先做一个。是把它做一个拆迁呢，现在目前先做一个。应该说动工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那个有没有通知？除了住户质疑镇公所与里镇地震事务所间接误差，恐怕造成自身土地权益的受损，再者又与这一次并未设置道路排水沟，多位代表也感到不解而提出建议。为什么要分批这样子做呢？那大水来怎么办？我们居民忧心的是说，我们这没有水沟的话，那水大水下来下好雨的话，那雨要往哪里排？面对住户以及地方代表的质疑，镇公所以及工程顾问公司则强调，这一次自强路道路拓宽工程主要是针对道路用地、南侧边界、住宅、围墙等建物设施的切割拆除，预计近日内就要动工施作，若没有问题，预计3个月内完工修复路面，延续到以前旧的大门口、邻居大门口的位置。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南侧道路用地边界上面的住家实行部分，我们初步让它整个房舍，整个房舍那个拆迁跟地面完成之后，接着我们在这个第二阶段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就跟营建署来做，第一阶段就完成了，营建署就能够接纳说，我们这个后面的接续的工程应该没有问题的，把计划报。为了疏解分流旧台九线往市区以及玉里荣民医院就医交通的瓶颈，镇公所在民国76年特别推动自强路道路拓宽计划，当时也完成了用地征收补偿作业。现在在县政府以及内政部营建署的支持下，补助近400万元，就先自强路南侧用地建物拆除，以及近500公尺路段恢复成15米宽。若工程顺利的话，代理镇长江东成表示，后续就能够开始一并推动自强路后半段沿建开通至新兴街的道路工程计划，打通整个市区交通的任督二脉。记者石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